32体，在我们这个装置的我们的左边，我放个活塞，活上面放个重物，然后压下来，然后也一样问我们甲乙丙丁戊这五个地方的压力的大小。那么这里跟刚才的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刚才的第31体，它这个是完全就是一个进水压力的状况，而这一体我们有外面是给一个压力。那我们曾经教过学过，我们的液体这个水是不能被压缩的，所以它的压力压下来之后，这个压力呢会传到每一个地方去，而且传出去的压力的大小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才会有帕斯卡原理，在做计算的时候说我们左边的压力会跟右边的压力一样啊，大活塞跟小活塞的压力会一样，所以才会有帕斯卡原理，因为这个压力会传递出去，传到每个地方压力都相同的，于是我们就会晓得这一题，因为我这里有施压力的关系，所以根据我们所学到帕斯卡原理的最前面所提到的内容，我们就知道答案呢应该是猪，甲等于乙等于丙等于丁等于戊，这五个点的压力通通都一样，因为液体没有办法压缩，它会把压力传递出去，传出去的时候每一点的压力都相同，所以第32题的答案呢，我们选的是猪，甲等于乙等于丙等于丁等于戊。